名出国培训学校所发生的一起投毒案件被曝光，连根拔起，涉嫌非法炒作造谣，网络水军扛，涉嫌强奸未遂的犯罪嫌疑人跳楼身亡，一个藏在水面下的暗网，暴力犯罪，上帝有没有正义感啊？当然有，而且比你还多。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还原事情的真相。我会让说谎的人无处遁形。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猫腻。刚才那个人在撒谎，眼神飘忽不定，而且十分的慌乱。那么他到底在隐瞒什么？有些人话太多，会打扫干净。谁在背后指使你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？是谁？没谁。说，我要是说了，他就把我们全家都杀了。警察同志，你会保护好我们家人的，对吗？有些事情躲是躲不干净的。以魏文生为首的五人小团伙正在酝酿一次大事，咱们离真相更近。你以为你真的都看明白了吗？